什么味儿的？樱花米酿味儿。来，抓波野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利刃传世，我的灭军重启。继续。勾一个就死，就杀这大头了，杀这个亚索，啊，400块，踩住，哦哦哦，吃药，双杀回家，出两把长剑，游戏结束。我的 BGM 呢？星辰遥不可及，于是我握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来吧，盖伦！战斗是一支舞。幸运的人能找到舞伴。炸！今天我 BGM 开着跟你打，兄弟。人没了，先给他关了。嗯，我扎，没办法，这盖伦不跟我打。打野努努，踩住，哦哦哦，扎 A， 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，扎，再扎，踩住点燃扎，装备，还装不装备？我没有暴击吗，小伙子？是因为你不可替代。回家了，这把我要出星石了。你看这少60块钱，把这俩饼干一卖，哎，虚服了，正好60。一会儿把潘森的这个 R 技能下一把给他调回来，智能施法，省得忘了。红宝石给一轮，我们插个眼儿来。我扎，力量意味着你的毁灭。我再扎，踩住 A， 扎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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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扎。来吧，再来，他可是一个刀不补了呀，不补就算了。哦哦哦，扎，
是我手中的武器。再糟。我将悔恨。我让他吃经验啊。葬在了墓中。真是一个经验也不吃。长枪不倒，这不越塔就耗不了血是吧？踩住 A 扎，死了！踩住点燃 ，O O 扎。这波没放 BGM 啊。这塔皮不给你都吃没，小伙子？这是多少层塔皮？回家呀，差150块钱。我操！战斗的价值就不存在失败。我再扎走了。刚好够。顺便买个针眼。他们杀死我，至少我能以凡人之躯赴死。这亚索100%要往上穿。咻！踩住 ，O O O， 炸！看着我的身躯，看着我的背后，我的背影。哎呀，中路只有我留下来的背影。吃塔皮，扎一下，再扎一下，再扎一下。哎呀，这防御塔可挺烦人的。别急啊！哎呀！闪现踩住点燃 A 扎，快跑！跳弹！你大爷的！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再来个巨齿短臂，亘古成名的回响。为啥不蓄力呢？那我玩潘森八辈，有人说为啥不蓄力呢？为啥要蓄力呀？
蓄力八秒吸地，不蓄力三秒吸地，为啥要蓄力呀？蓄力为了什么呢？扎一刀，平A踩住扎，吃我一扎，这居然没扎着，我有点难受。我这红怒扎没扎着，哇扎！再扎不打了，给这盖伦吓得有点慌，把点盐给我套了。不成功，变成人。别急啊，等他这 W 没的能扎到他再扎扎。这波如果能扎到他这一下还行，先扎他一下，再扎他一下，踩住 A 扎上当了。想的有点多呀，盖伦。不过他又能有什么还能失去的了？踩住哦哦扎 A，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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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平 A 扎，努努是吧？别扎，踩住哦哦哦，回家了。哇扎扫描扎，扎来个收集者吧，像对面这种阵容，我觉得我出个三速牌会比较好。重要的是为谁而战？来个三速牌，这波飞一下下路这个 ADC。ADC 很狂啊，这也没啥狂的理由啊，你都打不过我们家 ADC 啊，那我飞上吧。呢咻，唰踩住哦哦扎，先杀给轮 A 扎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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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再扎闪现走，先吃药踩住。这波怎么能没打赢呢？你干啥呢？你跟我说一下子。这亚索啊，零杠五，俺们这波没打过，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。这是你的一番，这是为啥呢？
不应该呀，这不应该是随便打赢的吗？我还要死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这波是派克加我加银马，也确实这派克跟银马也没啥战斗力，这俩赏你个红吧，上一波单杀 ADC 给你记一个。无所谓敌人或盟友，先杀亚索好了，应该盖伦没啥虚虚。挺疼啊，怎么的大头，我会记住你，还会向天界。这大头儿子不是辅助吗？我一看怎么如此狂妄呢？其实现在攀升呢，不是踩住 OOO 区区最高，你知道吗？攀升现在是什么最高呢？吃个药来追他，他三百九，我四百二。我扎你一下子，再扎。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再扎 A。扎踩住，我们死吧！挺让人生气呀，这亚索。突破败，不得，不突破败。我们先来个夜印之风。说完啊，一会儿再跟你说吧。我死了，这俩把死的有点难受。我决定开始杀这亚索了。大发明家要干嘛？咻！踩住 OOO 扎！我再扎！先杀努努。好。怎么死的？杀他们家，杀他们家亚索来，催着我了没关系。来 ADC 来，踩住 A 扎平 A， 这是虚区最高的，你知道吗？踩住 OOO 其实没啥伤害，现在是四成被动，踩住接个扎，踩住 A 扎，你看一下直接就快扎死了。踩住 A 扎，你给我死！哦，他没到，他没到，漂亮！那是因为我没出破败，跟破败没关系。并不需要，现在就是这抠，我穿甲，对，那破败 OOO 厉害，我要第一件破败那肯定 OOO 比较厉害，但我们不是出的穿甲吗？绕着这座山奔跑，直到始祖再也追不上我。把塔先拆了，我区区还是很踩住 OOO 扎，这 ADC 太狂了，这 AD
先走一走啊，这边先不打了。四个药，漂亮，踩住 A 扎平 A 暴击，我扎你一下。亚索好像要起飞，对面还剩个盖伦，剩个亚索。我听说你要起飞，踩住 A 扎，我给你个毛，走位，你给我打死他！可恶啊，真是可恶！我再来个破败，这样我们无论是 OOO 啊，还是我们直接扎，虚区都很高。不用深海了，你死了。对，你把小龙打了，这亚索不得上来杀我们家一波 ADC 啊？飞不飞？算了，别飞了，就一个人飞啥？不飞了，不飞了，不飞了。我扎你一下，再扎，踩住 A 扎 A。再扎平 A 放我走了，居然我没想到。为啥放我走了呢？每一下心跳间隙都是我出手的时机。这边是有人吗？为什么石头人往下面走啊？长枪所向，我直接起飞了啊！咻，先打一波虚区，踩住 OOO 扎，哎，突突突突突，拜拜了，哎呦！会走呗，我踩住 A， 谁挖抓扣了？我扎平 A， 扎 A， 踩住，扎盖伦。这 ADC 怎么还挖抓扣了呢？破败有了。哎呦我爽，再不推翻盘了，此话怎讲，给你玩他们都翻盘不了，怎么翻？这波没大呀。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我来了，踩住 OOO 扎 A， 突突突突突突 ，A 加扎平 A， 再 A， 先杀 G 轮，杀 ADC 走位，踩住 OOO 死了。
区这么高吗？这进怎么又三杀了呢？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投降啊，那就投吧，都爱投，那咱就投吧，对不对？投了那就得了，投投去吧。点了，那点就点呗，谁怕谁呀？我操，我惯的你们，真是，我简直是给你们惯的，回回在那不投降，啊，我也。